开台啦，开台啦！11点又要睇达哥，听到吗？听到吗？声音画面有冇问题啊？咁啊，点解会玩人中八呢？下半场咁啊，讲下先。声音画面都冇问题啦嘛。咁咧就系、是，其实本身呢，即系你都知啲排嗰啲直播都系嗰啲工商比较多啲啦。昨天 FF 那些都不是工商來的，都是 bonus 來給玩給大家看、啊、即通常這些時間，這些時間呢通常往年呢就放假的時候都是放一個月的啦，通常都是這樣，以為 FF 是很明顯，不是啦，非工商，但我又不會隻隻強調的、哎、不是工商啊什麼什麼仲病緊係啊，咁咧就係、是、即係點講啊？就抽啲時間玩下啲其他 game 啊，俾大家過癮下嗰啲，例如嗰啲嗰啲叫咩啊 ？Hell Diver 啊，嗰啲都係咁樣啦。但係往往有時呢啲都會適得其反嘅，即係冇計。跟住有啲人又啊，唔玩啊。儘管有時講過好多次都話會啊會玩啊，咁啊驚大家唔記得啦，咁啊。咁啊，玩繼續玩啊，人中咁樣啦。咁啊，希望大家就即系都咁樣可以有翻啲人中追劇 feel 啊，嗰啲咁樣。放假冇咩點放啊，其實係啊係啊。咁咧咁就係、是、又冇話咩唔開心嘅，就係、是、就提同大家講講咁解嘅啫。玩即係我玩親嘅。都是我会喜欢玩的才会玩的。那么因为通常玩亲其他 game 的友就会是这样提的啦，说哇几时玩返啊，是不是不玩啊，点点点点点，那么不会的，即我都讲到明白了。啊几时才正常开台，正路的一个月啊，都未到一个月。啊仲有好多想試的，都有啲 game 想試的。如果你問我，我有諗過今晚仲有啲咩下半場玩。其實咧，例如好似呢啲咁做完比賽，咁咪會唉，反正都開咗台，咁咪玩多陣咯，就係咁爭在啦，都俾啲好嘢大家睇下。一個月係邊日先計？年三晚後咯，初一咯，正路。分期放假，本身有谂过今日仲有玩啲咩，例如铁拳啊，都有玩啊，即系呢排放假自己有玩啊，铁拳啊，街霸 update 嗰个时候会想玩啊，去试下呢啲咯，会俾大家睇下嗰啲手机 game 出咗只新 game， 边只啊？咁啊，唔紧要啦。咁我哋可以玩下《人中之龙八》，继续玩翻嗰个故事，俾大家费事断咁耐啊！好多 game 啊，但系人时间就得咁多，有时你想玩都玩唔到，玩唔得。哇！原来我已经追翻之前嘅进度咯，系嘛？哦、oh, ，Grand Blue Fantasy， 嗯，而家上回讲到我哋识咗武器店嗰条友嘛，即系要去咩第几街，话咩好危险啊嗰、那个位。想打 Spy Out 呢只 game。如果你叫我喺度玩，我会磨成细 spike 勾。同埋嚟紧都好多 game 出啦，都要推进下嘅。啊，你点睇？我试新 game 就会俾你叫翻话，喂，
点解唔玩人中八啊？嗰啲喂 ，hello， 阿卢哈，喂，你咯，喂，死靓仔做咩愁眉苦面啊？肚子饿，唔识买嘢食噶，乞衣啊，要人哋咁样俾嘢你食。Robot Cup 我都有谂过，今日系咪玩 Robot Cup 啊？但我估玩又系又会讲话咩？几时玩翻人中？咁就玩一玩人中先啦，俾大家睇翻少少，我哋追下，追下呢个故事。星期咩啊？每逢星期一一只 game， 星期二第二只 game 喎，咁好难搞喎，有排玩喎。Seriously？ 我应该唔使升呢系嘛？不过我咁劲都唔使啦，而家。大家觉得我 FC 有冇进步到啊？打啲技术啊？實有嘅，我同你講，努力係唔會白費嘅，呢個就係一個證明俾大家睇。你有勤力玩啊，有練啊，點都唔點都會有啲渣拿。最勁啊，運氣提升咗，可能係弄練磁場唔弄咗咯，有啲咁。只貓貓咩事啊？點解咁樣嘅？啊！喵，俾肉包你啊！好开心啊！近排日日都好烦，做咩都冇心情，可以点做睇啲咁就唔好做嘢啦。通常我唔開心就係咁，唔做啦，瞓覺一冇動力就係咁樣噶啦。咁呢個唞下啊嘛，唞翻先至再做嘢啊嘛。我哋要去嘅位喺我呢個商場 ，OK， 差唔多到啦。有電影入咩？點去啊？哇！好易死，小心啲。古惑狼同我講，好啊，收到。尋日我記得有我整 replay 嘅時候，有人話咩禮金方面呢？佢話咩佢话要结婚，有个朋友，佢话佢朋友就话咧要结婚，咁咧喺礼金方面咧，仲未有一个定案，即系同嗰个娘家嗰啲，咁佢话大哥有冇啲咩好 idea？ 跟住即系佢类似就系话咁咩档啊？喂，咁咩 Perry 啊？唔鬼记得咗，佢话。即系佢要结婚啊，咁咧就同娘家咧未有一个好嘅定案话，喂要点样先至系啱嘅礼金啊？大家知唔知噶？结婚咧就系男家要俾女家，你 OK 啊？男家要俾女家咧就一笔钱，你当系嗰啲礼数嘅东西咁样。咁通常呢都多㗎，你唔会咁你一个你如果你諗下你俾十蚊雞咁就一个好侮辱性㗎啦，咁就唔会咁样嘅，通常俾几皮嘢呀、啊、有啲即係睇视乎你嗰个你嘅富有程度呀嗰啲嚟定啦。
呕啦，硬啊！哇，咁劲嘅喂，仲有伙伴添，要帮佢补血先得咯。大个女朋友，我就系想叫你啊！佢话我俾咗一球我外母，你点睇？你收皮啦！你老婆而家听紧啊，话俾你听。佢听日又问翻我，喂，嗰一皮嘢喺边？我真系帮你唔到啊！佢话一皮佢一球嘢。好赢咗啦！咁就咁，各位朋友可能就好沮丧啊，唔知点搞好啦。喂，大佬呢啲钱，咁点为之达成唔到共识呢？其实你谂下，即系通常啊，以现代人嚟讲咧，通常就会讲话咩咩由佢啦，呢啲钱即系就会话啊。象徵式俾啫，俾完你就我哋都會俾，即係嗰啲外母啊，就會話我哋都會俾翻你噶啦，你象徵式俾得噶啦，咁樣嗰啲咁樣嘅，通常係咁樣啦，就會話即係，但係你都要俾咗先，之後咧佢就暗砍就過翻落去你老婆度，跟住之類咁樣啊，咁正路嘅操作係咁樣，咁點解會咁？可能你就會話咁有咩問題咁咪照俾咯咁，所以我有時都我就未去到話可以即刻俾到個意見話咩點樣達成共識嘅。咁呢個時候達哥女朋友咧就有一個提議，佢就會咁講，話當遇到呢啲分歧，最好嘅方法係咩咧？就同啱啱一樣嘅，即係話咩諗日日都冇心情。有位朋友話咩冇心情喎，咁點算啊？做唔到嘢喎。但个女朋友就有好嘅建议，就话咁就系唔好结咯。你倾唔掂数，咪唔好结。就唔好结啦。佢话搞唔掂。呢个阿立康购物中心好大间，檀香山最大嘅购物中心，你想得到嘅嘢应该尽有。喺呢度做好准备先。咩嚟啊？江湖宝贝，佢会入点睇睇先？你倾唔掂数，梗系唔结啦。你梗系一定要倾掂数先至做。你有得咁样，即系你可以嘅。而家签纸系点样啊？咪就系、是、你唔使系咪唔使父母啊？你咁样啊？以前鬼戰士純小豪好似有啲感觸喎，佢話真拍多十幾年拖，睇下到時點，睇下要幾多禮金嚇、啊？見證人是但揾個咩牧師咪得，太平紳士嗰啲得唔得啊？呢個咪個支線任我哋做啊！呢一帶有唔少街頭藝人啊，原來烏克麗麗咁受歡迎啊！啊我都会听下啦。You don't listen to rock。过咗21岁唔使父母签字，所以我啱啱咪话咯。其实严格嚟讲，如果你真系结，系唔需要理会呢啲嘅，唔需要理会世俗人嘅眼光，好似杨过同小龙女一样。如果呢阵雨落唔停，我就会成为你把遮。咦、欸？呢首歌几正喎、啊！現場聽 live 真係好正啊！馬修，哇！呢度居然聽到 Matthew Colopico 嘅唱歌，哇！好正，之後要買張飛啊！原來哇，知名歌手嚟嘅喎。好，呀，過多兩個星期結婚，俾咗10萬禮金，差唔多啦。結婚不嬲係一個好昂貴嘅嘢。
都喂喂呀，有嘢讲啊，咩结婚冇使过一分一毫，对家都唔敢问咁多。喂，冇嘢，我帮你攞住先，嗱，行李攞住。诶，唔好意思，诶，唔好意思，真系多谢你，好重啊，唔使在意。你好出名嘅歌手嘛，你交俾啲靓咪得咯，整亲只手指弹到乌克丽丽噶嘛。啊，系嘅。因为今日的活动是临时搞，所以人员都不多，跟大哥一样的，我都是亲力亲为的。但你说得没错，买口受伤就没有意思。你这个人都挺好的，没得意忘形、啊、真的挺好，跟大哥一样。我、哦、没有这样的事。不是那个先生说得啱的、欸、马修先生经常帮我们手的，是时候我们这些 staff 帮手，你麻烦你休息一下先。我休息的话会令我有些坐立难安的，既然是这样，我恭敬不如从命了。今天这个先生都是多谢你协助，希望下次来看 show 啊。嗯，好啊。苏永，你冇俾礼，你结婚俾咗几多钱啊？又讲啲又讲啲吓，讲啲伪论听听。好想分享下结婚，我结婚摆酒，男家屋企人自己改时间变咗迟到，大哥点睇？你系女家阿 Louis。好少女仔叫 Louis 喎，咩叫可以结婚可以改时间咩？即系你 book 嗰几点律师啊拜堂时间误咗吉时，可以唔系好明啊？喂，对面走佬啊！好。光嗷，以前我只挡了一下，后炸轮胎，嗯啊，阿老下，喂，又系呢个契弟喎，咩你咁恐怖嘅样？哟，春日，阿、啊、你个捞下，你点解夏威夷？我讲过啦，夏威夷有个江湖宝贝比赛嚟啊，千祈唔好误会，我哋都知，因为对江湖宝贝有兴趣，唔系嚟玩嘅。你已经玩咗一轮啦，比赛咩回事啊？好难讲啊，俾你见识下，好似啱啱达哥打 FC 比赛咁刺激嘅。哇！呢个砌机啊，咩事啊？我系江湖上混嘅人，我明啦，请搭 lift 啊！我仲用紧2070显卡，唔怪之日本人整 game 有啲落后啊，大佬。而家人哋已经今日新闻话咩，准备出5090。呢度系呢个举办比赛地下，人称江湖宝贝竞技场。你哋会打争夺宝神嘅宝座，观众仲会赌钱添。檀香山系严禁赌博嘅，由于台面上强制取缔，或者是台面下咧，即系地下嗰啲赌赛咧仲劲。真是諷刺，越禁越勁。夏威夷居然有啲比賽，而且全世界做轉播，居然都會有人唔知道呢件事。哇！仲有一條契弟攞緊披薩嚟打人添。你睇下注目啊！挑戰者勇士正上正人對上四天王之間嘅騎士，情況唔太樂觀啊！我烏格啊，有個布袋，都係得呢啲咁嘅程度啊！杀咗对方都冇所谓，硬硬啊！哇，宝袋点啊？仲打唔打？好大镬啦！而家系骑士队，真不愧系强大四天王。
呢个就系地下社会队伍制强大嘅咩宝神。三维江湖宝贝组成一队出战嘅团体赛，江湖宝贝三对三嘅较量，我称呢个比赛为江湖宝贝对战。宝神就系一场争夺江湖宝贝对战嘅最强宝座比赛。作为代表者嘅经纪人，需要收集并锻炼江湖宝贝，成为一支最强队伴。然后对战中，俾适当嘅指令，引领队伍中取胜。啱啱刚获胜嘅嗰个人叫骑士，系顶尖高手，系四天王之一嘅强大经理人。而喺四天王之一，仲有一位公认最强嘅经纪人，宝神大师国王。嗰条哇咁型嘅呢条友，王子咁。下场比赛开始啦，祝你好运吓。咩祝我顺利？下场新人战。就咩颜色过来，为咗还债追求一夜致富嘅菜鸟经理人伊蒂洛光日。佢对手系金色过来，全世界最坏坏嘢人来嘅爆炸头黑道进入一番。吓、啊、我？唔好意思，我前前帮你报咗名，你由我迟啲帮你讲啊，一定要赢啊！讲咩一定要赢啊！我一只宝贝都冇，唔使啊，准备咗强大伙伴咧。博士嚟啦！你好啊，真田地康夫，真田地康夫，真田地道场嘅门生仓木，啊，活力嘅门生杨川，呢啲乜水啊？真田地康夫同门生门，系我仲系担任冠军嘅时候一齐战斗，即系江湖宝妹。以前做道场嘅，自从收执咗之后冇收入，就俾博士请。佢俾多啲钱啊！我想嚟帮手啊！曾田地以前系道场师傅，所以培育人才打交都好劲，认为好适合你。你就一番啊嘛，一番春太郎黐线啊！名都讲错，有冇搞错啊？春日一番，哎呀，捞下夏威夷冇所谓啦，我哋会赢嘅。唔该，唔好抌波钟啦，比赛要开始，春日队请上场。拜托你，只要怼冧对手就得噶啦。咁不如俾我直接落场啦。输啊，唔怪我啊。好 ，Here we go。おめえら、準備はいいか？絶対勝ってやろうぜ。好。哇，好有逼力喎呢一跳。勝利の女神はどちらに微笑むか。我教你战斗基础，储气啊！第一步系储啲，咁点储啊？好到啦，充沛下达攻击指令，咁梗系呢个啦，打三个啊嘛，系嘛？香港脚攻击，哦，真有一套啊！有相生相克，自己要记住哦。又系呢啲嘢，手机 game 嗰啲咩火黑草、草黑水，跟住光暗互黑嗰啲咁样。OK OK， 跟住可以调位。诶，又系我 Ichiban's turn。咁唔使谂啦，都系呢一个打落去啦。硬啊，怼冧咗一件。未喎，嗰条契弟未死喎，俾佢调嗰位。其实就系一啲好似简单啲嚟讲就系 Pokemon 啦，系嘛恶搞。跟住咧可以出超必必杀技，飞燕脚。跟住咩啊？拣呢啲红色嗰一边全方向。哦呀，呢啲劲到黐线啊！飞燕脚直直 burger 啊！劲啊！好。おめえら最高だったぜ。最後に決めるぜ。せーの。Yeah！ 好似星野源嗰条契弟，你讲话。
人家真的要翻到一下。我喊光棍冇做五股嘅人嚟。咩？嗰个咪心粒博士？系前日宝神大师心粒博士，不过咪俾宝神退赛，点解系咁？都要复出，居然有呢啲回事？退赛嘅前任王者心粒翻嚟宝神宝座，我哋快啲行啊！哦，心粒博士又有啲咩阴谋喺度？他仲话前任嗰啲宝贝，咁我赢 Q 硬啦，唔好意思啊，多谢你，可唔可以解释下咩事啊？我其实系宝神比赛绝对王者，宝神大师。以前宝神唔似而家一样好多赌钱，系一个健康嘅活动。原来私底下群抽系健康活动。嗰阵时我都身为宝神，我都有以冠军为荣。但系自从宝神委员会嗰群人加入咗之后咧，就变咗将佢赌博化，变咗邪恶嘅嘢。宝神委员会，你有冇见到戴面具嗰啲啊？鱿鱼游戏嗰啲啊？佢哋会搞啲有赌钱嗰啲比赛啊，仲有拉拢嗰啲有钱嘅支援者，仲开始打假拳，玷污呢个神圣嘅直抽活动。结果我被委员会炒咗，逐出咗宝神。原来系咁，我希望宝神可以回归原本健全嘅模样。见到大家喜爱纯粹嘅打交，我真系好中意宝神啊！我唔希望佢沦为他人赚钱嘅工具。有咩好方法？方法有一个就系成为宝神大师，都系冠军。嗱呢样嘢根本系唔 work 嘅。点解咧？因为你本身都系大师，跟住你都系俾人搞掂咗。冠军有极大权力同影响力，咁你咪又系冠军？你咪又系俾人踢咗出去？你又话可以俾 fans 企喺呢边，咁点解你唔得？嗱系啦，同我讲嘅一样。佢话因为你俾人炒咗，打唔到就叫我去。系啊。咁帮我，咁点去揾我啊？你咪叫真田地做，真田地做斗士几劲，但系佢冇经纪人要嘅声望同气量，加上佢弱智啊！哇，你讲嘢都几串喎，你老板，你宽宏大量，脑袋又灵光，仲有人情味，仲系伪善者，一定会好多人帮你嘅。但系啊，而家宝神比赛单位啊，用奖金吸引参加者，将好多江湖宝贝嘅人生搞一塌糊涂，有啲仲打到死咗添。我系名江湖宝贝博士，我喺世界和平战多江湖宝贝研究，真系低能。我为咗佢哋斩断呢条不行嘅锁链。我明白好自私，但我可以拜托你。我知道啦，鬼叫我系伪善者咩？好啦，我奉陪啦。春日你真系帮我，虽然都唔知道你噏乜，但系知道你唔系坏人，咁你咁低下头嚟，咁我就去帮你啦。春日多谢你。喂，唔好喊成咁，好感动啊！我都想喊啊！系啦，喂，我要参加咩宝神咩比赛冇事，你都要俾几条链我，我三个先发成员，最多三个后备，最好六个人。喂，增田地加两个条链得三个人，点增加成员啊？梗系打对方又将对方变成同伴啦。系啊，有啲极端，不过差唔多。江湖宝贝都系服从比自己更强嘅人。佢有激战区，嗰啲想同自己强嘅对手战斗。咁似咩 Pokemon Go 嗰啲啊，望坑捞嗰啲咁样。你入去啦。小礼物啦，送啲小礼物俾人。系嘛，日本人常识嚟噶嘛，鸡髀打人牙较软。好，出发。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精靈球咯。其實就我要咩係啊？綠色係啊。好。啊，是但得噶啦，呢啲都係廢都啱嘅。直栽怪攬食屎啦你！行くぜ！
富兰克林啊，原来佢叫。好，邀请对方试试先。なんだね。今日要点啊？俾啲礼物佢。中啦，堕弱智 QTE 之鬼，直收我呢份礼物啦！少少食，敬意不成，哇！少少心意不成，敬意，哇！Yes， 危险药品，咁点啊？咁就捉咗啦。Yes。さすがだな、カスガ。真不愧春日啊！倒した後に交渉できそうな。啱啱咁打低留喺原地嘅江湖宝贝就可以交涉噶。仲間になってくれるわけじゃない。只有呢本书研究嗰啲宝贝先得噶。手元の筋も。收到宝贝可以俾佢食一种蛋白质嘅道具。哇！黐孖筋俾佢怼嗰啲 protein。因为你见到经纪人同人打，有升咗 rank， 你就可以打嗰啲四天王嗰啲啦。解决四天王同国王有银座食寿司，啊哈，好啊好啊，我帮你装个 apps 噶啦。拜托你春日，即使呢条路要穿越火中、毒中，甚至大叔嘅裤囊，你都要加入。哇，咁核突嘅咩？你讲咩啊？原来要做胯下之夫啊！唔好咁无情啦，大叔个裤囊好正嘅，春日一番。唔知一讲咩宝贝，我就谂起咩太监嗰啲咩宝贝啱嗰啲啊。唔好意思啊，搞咁耐，真系你真系好多事，我都唔系想搞咁多嘢，不过你好乐在其中，唉，好啦，差唔多啦，都冇买到咩。哦，嗰度间店会卖好多嘢，买完就去开拖啦。系啊，咩玉镜重生系啊，系啊。Hello 哈，八婆 Hello 哈，有咩卖啊 ？Hello 哈，高尔夫球棍，我谂要买啲衫啊，而家我哋啲友太屎啊！够唔够做咧？咁样 ，thank you， 希望够啦 ，save 咗先。如果唔系，一阵卡咗就大镬。可以打多场江湖宝贝啊！直抽啊！有钱添喎，打呢啲。全力で行こうぜ。全力行くぜ。絶対勝ってやろうぜ。行くぜおめえら。突撃。哎呀，我冇加到啱啱嗰条茂利入嚟喎。楽しんで行こうぜ。Oh shit！ 揀错人打。有冇得挡啊？呢只 game 冇系嘛？全力猛砸，应该赢到嘅。睇个样唔系一开头呢啲唔会话好啦。香港脚硬啊，应该赢硬咯。睇个款咯，我又嚟，喂有两个火，两个植物一嘢打落去即死啦。你咪打咯，头取。你连你绑住喺度睇，你点同我抽？啊！光赢咗啦！太易玩了！我喺广大街有条桥有个位，
电影任好啱达哥做好啊！我哋做一个主线之后，我哋去诶成为咗伙伴，打赢佢可以攞伙伴咁好嘅。hello 啊 ，hello 啊 ，hello 啊 ，hello 下你老板啊 ，hello 下，我系买多啲补血药啦，通常。hello 下，拿铁，诶冇得，诶已经劲多热狗啊。够啦。唉，唔打呢啲啦，打呢啲茂利有咩用啊？支线任定咩嚟啊？咩浓缩咖啡豆有？诶，空豆咖啡有支线任喎，顶做咗佢啦咁。嗰把可以撕接俾大家闹到半死个搞笑艺人啊！咩磨咗好豆啊？嗰个梗叫做我谂起好似有呢个咁嘅傻仔啊！喂，你而家捞唔掂搞笑，走嚟开啲。咖啡铺啊，喂，影张相啊，大明星，耶耶，等阵啦，要影噶啦，表演嗰个啊，咩磨豆啊嘛，磨咗个好豆，喂，你表演啊，契弟，唔好意思，你咁样会对其他客造成困扰，咩啊，我都系客人啊，表演啦、啊，表演啦、啊，都系服务啊，有冇小忽肉啊，金川啊？我都唔期待你攞啲咖啡几好饮啦，你啲搞笑艺人，要阻止嘛？好啊，喂，识我儿子啊，你冇见到咧？人哋好唔情愿啊！喂，大叔做假娘啊嘛？喂，我嚟同呢间铺头消费有咩问题？唔好多啲，唔似喎，我就系睇唔过眼先阻止你。你识白睇唔到啊？你老板冇理呢个咩磨豆怪，我哋打呢个爆炸头先，好啊！ふかしてんじゃねえぞ。やんのかこの野郎。好。ガツンと行くぜ。あん。光もらったもらった行くぜ有冇射極啊唔係可以出咩燈柱極咩冇喎點解啊顶你啊！食屎狗咁难出极，俾车碌死啦！叫人卖笑，有冇极？冇啊，冇热血动作。而家呢？冇喎，冇得車頭冚喎，位唔啱，咁都唔啱，你老闆啊，一嘢拗落你個頭唔啱，好多事。如果你身痕嘅話，再打多你幾鑊都仲得噶。咦，真係個人無聊嘅人。好事啊，冇事，多谢你帮手。你系咪成日遇到嗰啲人？算系啦，不过都系我自己衰嘅，会有啲结果都系咁。有咩感人嘅事？春日先生，请用啦，多谢你啱啱出手相助，咁就唔客气啦。哇，饮得好优雅喎，春日。欸好滑好顺口啊！虽然唔识咖啡，但我中意呢个味道啊！好中意，好高兴你喜欢啊！
你讲你以前卖笑喎，有出名嘅人真系辛苦。不过老实讲啊，我对艺人都唔系好熟悉。冇事嘅，冇事啊！好耐之前啊，我已经收山。我只艺名叫浓缩咖啡豆光，磨咗个口豆，哎呀，扭下屁股，用呢一个咁样嘅动作咧，红过一段时间。哥，原来浓缩咖啡。好豆，虽然我同咖啡唔熟，睇个样子你啊嗰阵时又中意咖啡，应该称你做咖啡艺人咧，系咪啊？咖啡艺人听嘅真系唔错。其实我单飞之前有一个美式咖啡空田嘅人拍档，组成咗空豆咖啡厅呢一个团体嘅。空豆咖啡厅咪就系呢间铺头嘅名字，我同佢。在 coffee shop 度打工识嘅，我哋两个都好中意咖啡，之后就会一路攞咖啡做搞笑嗰啲动作，开始表演扭啰柚。嗰时一齐喺 coffee shop 一路谂嗰啲笑料，即系啲剧场或者公园表演面俾人睇，嗰段日子真系好快乐嘅。但我哋根本唔红，就决定解散。梦想始终都系赢唔到。贫乏的现实的我们单飞之后就分飞各散分飞之后我就没再见过他了是啊不过我还有跟他去那间成日去的咖啡店喝过一次咖啡他过得好听到你哋解散真系可惜嘅，不过磨咗好豆呢个梗系你单飞之后先红啊。唔系，个招牌动作喺我哋做拍档嘅时候已经用，但解散之后咧，唔知点解啲友懒系好中意怀缅过去，好似香港啲茶餐厅咁就执嘅时候就话啊好怀念，不过冇计啦，其实都系冇红咗好耐，后来突然间俾公司以私接。私下接 job 嘅理由炒咗，虽然根本冇呢啲事。咁嚟讲，佢哋啱啱讲话咩？咩叫私接啊？呢个词好多意思，就系被某个网络新闻讲啊，咧嗰啲咁嘅乱咁报道，话冇经公司倾，经理人经，走去参加黑社会搞嗰啲表演 show， 之后俾人闹啦。之后结果被上网被人狂闹，闹到飞天，一发不可收拾。我连行在路上都被人指指点点，喺度闹，生活同精神都大受影响。我都冇办法再做解笑艺人，我人生完全被社群网站摆布。我仲见到有人留言话，浓缩咖啡豆光的黑暗面居然比咖啡仲要黑。我最后实在冇办法忍受每日被大众以异样目光睇，于是决定夏威夷喺夏威夷开呢间咖啡店。原来我冇经历咁多事，但你冇做坏事就系受呢啲咁批评，我真系唔知讲啲咩好。多谢，但你唔使在意啊！我而家都改咗做李小龙嘅头，可能用李小龙嘅方式做啲搞笑嘢啦。呢、這个地方好残酷，如果铺头攞嘅咖啡唔好饮，就会被淘汰。相反，只要冲得好饮，就会有正评。咖啡豆呢样嘢好简单，只要你好好咁研磨冲泡，付出努力嘅话，就会反映喺味道上。而呢度嘅人就系好喜欢呢个味道。而家可以咁样用呢种真诚、无拘无束嘅世界生活，算系我最大嘅幸福啦。原来系咁啊！俾嗰啲自己对自己一无所知嘅人道听胡说，指指点点，我谂一定好难受噶啦。我嘅理解，你睇见一点一滴累积起嚟嘅成果，受到他人赞赏嘅呢份喜悦，希望你以后可以继续经营呢间铺头，煮出美味嘅咖啡啊！系，多谢你，希望你再次光临，我煮咖啡等紧你嘅。可唔可以帮佢揾翻佢嘅拍档啊？咁啊，
喂，你老板又系呢啲咁嘅食屎狗记者，你咪走啊！打镬你影，又大做文章，你老板一定要将呢啲见到都火滚，本身想推主线，见到呢条契弟鬼鬼祟祟唔打镬呢条死契弟真系唔得啊！条气真系挫住你老板，边度啊？依、這个啊？啲点系乜点先得噶，大佬？咁咩睇睇任务啊？To do， 空豆咖啡。咁点啊？要翻入去啊 ？What the shit？ 喂，第一件事咪追嗰条茂利啊，入翻去。喂，入地图有边度有啊？呢度系欣赏咩马修乜 Q 啊？未开，未玩到。即系之后先得 ，OK OK， 咁即系可以做主线啦 ，OK， 一定要即刻打镬嗰条茂利啦，你老板死贱铲，咁中意写衰人 ，what？ 呢个故事我好有体会啊，你老板，我最了解呢啲啊，我都试过。あそこになんか。開けてみるか。開けてみるか。勇氣頸鏈喎，正喎。我人最緊要有勇氣。佢正喎，我從敵人大幅增加經驗值呢個一定要啦。同生一馬最緊要啊，一定要加。不怕任何，切，防一种嘅啫，加工啦，同生啊嘛 ，OK。電腦を開けるのにたくさん鍵が必要な。建议俾同生 ，OK， 收到。啊？勇者球牌系电呢个火，火劲啲喎。咁点啊？我装翻呢个啊，健康戒指，红生装呢个脚镯。啊，その分いいもん入ってたし、他にもないか探してみよう。Damn you！ Damn you！同你辣庆下你啦，欲火焚身啊，契弟！硬嘅兜落去，兜落去死变态仔，除衫。抽下嘢先，钻蛋券。有啲咩？哇，咁似监等嘅黐孖筋。啲江湖寶貝全部都係啲奇奇怪怪的人，不帶錢的食霸王餐的契弟，降龍獵人，喂 S 級嘅喎都唔錯唔錯。S 级咪最低 ，OK， 鬼知咩？以为 S 级都唔差啦，冇谂过咁。哇，空啊，大，执下啲垃圾先。哇，三角底裤。
可唔可以装呢条女人底裤啊？哇！俾人着过，哇！臭到癫啊 ！OK， 打啦。我哋就系要入去呢个区嘅，你记唔记啊？我哋之前就系话咩？呢度我哋要揾阿春日嗰个 passport 喺边啊？即系嗰度就系、你要准时喎、咁样认真做差佬啲工作啊！收爹啦你！你系咪真系可以带我哋去第五区噶？随便你哋啦，怀疑我都冇所谓。我冇办法，唔得闲俾你转牛角尖啊！呢度好癫嘅，算啦，都冇其他线索。大家我提提大家，春日当时俾条女坤美人计偷个 passport， 而家就系要揾翻 passport。而且咧，因为嗰条女咧有关春日揾阿妈嗰个线索嘅，话个阿妈有危险，所以我哋就系咁样。咁而呢个魔警咧就有机会去到呢一个 passport 流通嘅地方，咁所以我哋就要靠呢个魔啊，佢就讲我护照俾人偷咗，而犯人似乎用我嘅护照进入咗第五地区。咁你又白跑一趟啦，想喺海狼手上将嘢攞翻嚟，几多条命都唔会够用啊！我揾嘅嗰个犯人，我哋要捉住嗰条死八婆之后问啊，原来系咁啊！What's the hold up？ 搞乜啊？快啲开门啦！差人做嘢，嗰啲系乜水？日本嗰啲笨蛋观光啊，好多钱啊！佢哋想睇下不一样嘅夏威夷。唔使担心啦，入边都冇咩唔见得光啊 ！Open the gate。喺美国够胆发生呢啲事，有个咁嘅山寨，我话俾你听，即刻美国政府打到你飞天。夏威夷嘅特別之旅開始啦，各位小朋友，老友，哇！全部兇神惡煞，好型同生啊嘛！我掹晒枪啊！会唔会有去冇回嘅死亡之旅？唔想死啊！记得跟住喺我后面啊！你讲呢个鬼佬差佬好似僵尸咁啊个样。呢个附近嘅地权关系好复杂，因为咁令刀耕进度落后好多。我哋市区想重建好难，一旦土地同建筑物被弃置不管，自然就会成为嗰啲露宿者聚居地。呢度就成为街友嘅 homeless 嘅营地。如果此处距离观光区不远，政府咧执行咗几次取缔行动啊！但系面对世界各地聚集而嚟嘅 homeless， 呢场猫捉老鼠嘅游戏永远唔会结束。加上有海狼嘅势力，就见到而家咁样，叫美军过嚟睇下佢哋够唔够胆 A。冇谂到夏威夷中心有呢啲地方，呢大部分嘅街友都系嚟自其他国家，而且当初都系买单程飞过嚟。大家都将自己护照交俾海狼，换一个安身之处。如果冇咗护照，咁咪就唔会翻屋企啊咯！佢哋根本唔想翻嚟，你都傻嘅。第五地区咩都有，翻嚟做露宿者 loser， 好似商店、医院、餐厅。海狼喺呢度有自己嘅法律同基础设施。唔企喺政府嘅角度，与其俾街友喺度游荡，不如交俾海狼管理，对佢哋都方便啦。喺第五地區入邊嘅商店購買物資，一樣用到錢啫，係嘛？啲班友要點揾錢啊？咁有好多方法嘅，揾錢就嗰個護照賊有冇咩線索啊？哦，
嗰、那个有个年轻嘅日本名日本妹，佢名叫千岁，俾人感觉有啲好胜好胜之志。咁啊，呢啲都叫线索啊？你都低能嘅，咁样起码都讲个样系点啦。一条女都冇喎，但系呢度，有冇一个见到一个 Japanese 女人过嚟叫千岁 ？Japanese。前把有呢啲消息喎 ，What you got？ 前几日西区嗰边有群人附身护只抽啊，听讲揸紧女喎，好似有个好少见嘅东洋年轻女人入到第五区，但系嗰个女人冇帐篷，所以喺度揾地方借宿。但系嗰啲男人就嘈交，不断争吵，要条女住喺自己嗰度。哦，结果条女住喺边个帐篷入边 ？I don't know。最后户口嘅结果应该西区某个人啩。佢原来系西区啊？咩事啊？西区有咩点啊？第五地区尽头嘅区域。佢有好多中意饮酒啊、赌钱嗰啲咸湿癫佬、性变态、性格暴戾。我系哇，佢条女住喺嗰啲地方度，佢应该系好聪明嘅女人嚟嘅。照打交最劲嘅，企喺嗰边，咁又喺呢度生活嘅，都无忧无虑。不过就要付出啲代价啦。啊！好难相信一个警察会讲呢啲咁猥琐嘅说话。去咩西区咧？前面右转就系西区。听讲西区有条友打赢咗其他人，将千岁留喺度。嗰个边个你自己揾啦。喂，咁样抌低我哋啊？西区好麻烦啊，唔想同佢倾偈。旅行有趣之处咪呢啲咩 ？OK OK。唔俾师傅啊！而家喂，有冇见到一条千岁嘅女？哇，好臭啊！千岁话条女哇好正啊，上等货，结果即刻俾人打低。你哋靠打交争女系嘛？边个赢啊？我输咗啩就唔理啦。你见到边个赢你啊？啊，问咗个讨厌嘅问题啊！喂，同生先，可唔可以借啲散纸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喂，买啲酒啦，咁样就哇，就系嗰边锻炼嘅男人啊，打赢咗我，唔怪之你输啦。好，呢个必要经费就喺大道纸度记账，回下血先 ，OK。喂，老友，你系咪沟掂嗰女啊？嗱，系咪收留千岁嘅人妥烂？睇个样你都输啦，吓几串啊你？喂，我揾几个千岁嘅人，我唔识听日文啊，你老班要喺呢个地方活下来，比拳头、嗅觉灵敏更重要。你要直觉点讲咧？喺呢度挑人，我哋系好方法咩？你想问咩啊？啱啱讲过啦，揾嘅千岁嘅女，你哋咪喺度争女嘅咩？佢喺河西嘅帐篷，边个河西啊？唔好咁得意忘形啊 ！Kitty 啊，多谢你，我以为俾人要怼冧，刚才系你的错吧？就系、是、啊，完全在挑人，回事就好，不愧是春日先生。好在嗰个人系可以沟通，揾个河西呢条友咁串嘅啊！呢、這个人啱啱嗰个的士司机，佢自己唔够抽，佢自己都唔系咩好人，够胆咁啊撩人，话喂你都输啦，废柴咁样。喂，刀仔佬，你又知唔知啊？揾河西帐篷系嘛？你知道啊？大家都窒到河西冇道理嘅，边个佢同条靓女卿卿我我？
卿卿我我又指咩啊？我西同条我条女男女挂嚟咧，嘻嘻嘻。揾咩都自吹自擂，话嗰条女好迷佢，要结婚生仔啊！你都弱智啊！呢啲咁嘅女会同啲露宿者一齐结婚，你食懵咗你啦！喺呢个露帐头嘅河西嗰个帐篷喺嗰度，小心啲啊，唔易打噶。好，嗰河西赢咗个肌肉佬啊！唔好再乱讲嘢，得啦。好，反正预咗要打交噶啦，你唔系谂住可以和平解决系嘛，同生。你乜水啊？日本人啊！哇，咁嘅阿叔赢咗嗰个肌肉佬，死肥猪嚟嘅，你就系河西啊！你咪上咗嗰个千岁嘅女人啊！你搵我条女做乜？已经认定咗我嘅女人啊！我唔打算介入你两个人嘅感情瓜葛，条八婆偷咗个嘢。可唔可以见个面啊？唔得，我女人同边个见面由我决定。咁俾我哋见一面啦，唔好咁讲啊！我护照俾佢偷咗，叫佢还翻俾我得唔得啊？你想将个女人抢翻嚟先嚟呢度啊嘛？唔怪之都系生面口啊，唔会俾你得逞。我点会俾轻易俾个美女一走了之？讲抢翻嚟就有啲唔啱咯喎。我都话想问你几个问题啫嘛，冇咩好惊啊！喂，女林呢啲有，喂，我哋呢度有差佬噶喎，罗马阻止佢哋啊！你觉得我身为公仆会介入街友同外国观光客之间嘅纷争咩？我守护嘅对象系善良嘅美国公民咯。我都是美国人嚟噶，唔好净讲啲自己有利嘅说话。喂，你自己惹屎上身，我哋做差佬咁咪好烦。加油啦，顺利回来，我哋继续帮你啦。几好，做得几好呢个差佬。同生先生，你身体点啊？早知人话俾你听啦，咪每次都要俾你哋咁样关心，型到黐线，同生。今集童生型咗好多，可能生个 cancer 系唔同啲，唔使担心，尽快解决佢哋啦。Disney， 冇问题，我做到嘅，做到嘅。同我一样啊，有冇觉得我病咗呢几日嗰个风范都唔同噶啊？正气好多啊！即哇，几难打喎，啲血倒水一样啊！唔够 MP 啊！加咗防先啦，各位。唔系一个对多敌人、复数敌人。唔好啦，尽快打死一条契弟先。啊！好彩挡住咗。X，大车轮啊！打个童生嗰度，后来啊，童生点解唔补刀啊？一嘢殴多你一锤先啦 ！shit， 打错人。电呢个木嘴，电晕你，风雷电。抵啊，着个火。
足出て加減しねえぞ。叩き潰す。手数がいるな。咣咣，感冒啊，抵死啊，同我一样。后来打到了刘海威，癫！好，赢硬啦，契弟，继续着火啦，契弟。打你大肚腩，打你大肚啦！都系我先 KKK 俾嘅小奇点，哇！俾嘅小奇点啊！赢了。西先生，凭你咁呢啲咁样都会打赢人沟女，而家条女系我啦，打赢咗。如果你真系中意千岁，要慎重思考下结婚嘅台词。吓、啊！劝你今日唔好再讲我嘅女人呢啲咁嘅嘢。哇！原来系讲紧自己，我自己都搞歪咗啊！我知道啦。你归正传，嗰个千岁嗰个死八婆喺边？我条女走咗，条女都跟路走啊！走咗，佢住喺呢度第一晚一路灌我走，我都俾人氹到得意忘形，就饮多咗。呢个情节点解咁似曾相识嘅？我俾人落药嘅，好唔好啊？啱讲第一晚，即系话。哎呀，我冇同嗰个女做啊，未做之前就已经消失咗，仲吹够胆吹啊！你条女真系可悲。之后咧，跟个女人问我边度可以同海狼嘅干部见面，我就教咗佢入地下嘅方法。你将入地下嘅方法透露俾个啱啱嚟冇耐嘅女人，你傻噶？佢饮醉咗就咁样，真系弱智。咩叫地下？唔好意思，观光到此为止，放弃嗰个女人啊！真系好想大嗌走运啊！但事到如今，点可以咁样走啊？咩地下咩嚟啊？冇咁大声啊！我劝你哋见好就收啦，再入去有机会冇命噶。点得啊？我要将佢攞翻嚟嘅嘢偷咗嘅嘢攞翻嚟。好多嘢问佢，如果千岁就话你讲嘅地下，麻烦你带我哋过去啦。唔好意思，你冇其他选项噶啦。唉，我知道啦，事先讲明啊，唔好再好似啱啱咁搞事啊，一定要跟我嘅行动，唔好多对嘴。咁要睇下地下系点咯，快啲带路，哼，行啦。可唔可以師傅啊？而家咩地下有幾可怕？有咩咁驚啊？你見到我呢個屙屎唔出嘅樣子，就知幾可怕。唔好咁事到如今，唔好咁嘅表情啦。如果你願意打道回府，要我表現幾熱情都得，我都想如你所願。我哋都唔係嚟玩嘅，小徒弟啊，咁唔好再講咁多廢話啦。又係呢啲啊？We're going down, party of four. 得到头目许可了，冇同我讲呢啲，我差佬嚟啊，咁咪拉你坐花厅啊！呢个就系地下，二世界嘅入口。得我朋友 Alex 睇咗好多年，听日结婚，祝福佢新婚快乐，希望佢甜甜蜜蜜啦，恭喜你！
下水道，呢度系下水道，边度似咩异世界啊？手地啦，行啦，集集人中都系会有呢啲地下世界噶啦。忍者龟、Ninja Turtle、Ninja Turtle。Roman, what the hell? 你嚟呢度做咩？冇乜嘢想入去观光，嗰啲乜水？嗰啲系嚟参观嘅人。OK, 大佬有冇批准嘅先？总之，我贿赂你 OK， 收钱就唔好咁多问题。嗰$20就舐舐你，唔好匿咁耐啊！都话咩回事啊？哇，仲靓过地面啲商场喎！阿纳康达，阿纳康达购物中心，呢度就系第五地区嘅地下，似地面多啲喎。呢个原本珍珠港事件，哇！原来偷袭珍珠港嗰个建造嘅防空洞，但系冇人用，就咁俾人遗忘咗。后来海狼偶尔发现，就霸咗佢，整顿成为呢啲设施。咁啊，做到成个阿纳康达购物中心一样啊！呢啲客人边度嚟啊？喺地下 shopping。那边又有那些地下拳赛的会 Fashion Show 啊，完全不像什么地下世界 Fashion Show。 Fashion Show 感觉全部都穿了些贵东西，这样啊？知らねえのか？你冇见过啊？嗰件大褛啊，几百万 yen 啊！做咩啊？佢哋喺度做咩啊？只手指喐下喐下，投标。模特儿身上着嗰啲商品，嗰啲人嚟采购嘅。点解要嚟呢度投标啊？去米兰嗰啲唔好咩？唔通呢群都系偷翻嚟嘅？梗系唔系呢啲下三滥嘅勾当啊！佢交易嘅名牌商品全部都系呢个地下空间制造出嚟嘅仿冒品。咩啊 ？A 货，而且呢啲唔止一般嘅 A 货，唔止制造时使用嘅布料素材，全部跟照真品，连纸样都系版型，都系直接用真品工厂流出嚟嘅嘢，劲过大陆。唔系啊嘛？制造出真品别无二致嘅仿冒品，呢啲叫 AA 货，全球最大嘅 AA 货工厂就系呢个地方嘅真面目。全球最大嘅 AA 货市场，嗰啲买手都知呢啲 AA 货嚟啊！梗系啦，即系买手都系正当公司嘅。你以为得我你哋啲僆仔市民买淘宝啊？佢哋服务嘅百货公司你都听过啊？日本、美国、世界各地个个都嚟买呢啲 A 货。即系话呢边卖出去嗰啲 A 货，原来都会喺百货公司度啊？梗系啦，佢哋嗰啲 buyer 会将佢扮成真品卖俾百货公司，而仿冒品同真品嘅差价就全部落入买手嘅口袋。哇，咁样做一次啲交易就进账几千万啊！无论几优秀嘅采购业者，点都抵抗唔到呢啲诱惑啦。另一方面，客人都唔会想知道真相，就咁不加思索咁将啲钞票买呢啲 A 货。不冇所谓，买到嘅嘢系咪真货根本冇所谓。对大多数客人嚟讲，最重要嘅喺知名嘅百货公司买咗贵嘢，买名牌货，佢哋即系沉迷。
品牌主義。しかしこのバイヤー連中は。咁呢啲買手係邊度入嚟㗎？咁。あんな身なりであの下水道を歩いてきたってのか？唔會著成咁喺下水道啊嘛？客人都有專用嘅通道咧。不過我唔知點樣兜，所以我就唔講啦。橱窗入边嗰啲全部都系 A4 啊！呢度有个24小时生产嘅工厂，商品都喺嗰度做嘅。原来系咁，原来啲里面啲工人就系上面啲露宿者嗰啲街友系嘛？你讲得冇错，虽然人工唔多，喺第五区生活已经好够。喂，呢个令我好惊讶，咁嗰个千岁喺边啊？我鬼知啊！睇嚟佢唔喺度喎，喺入边揾下啦。我以为呢度又系嗰啲咩人口买卖，咩好多变态嘢，今次就有啲新意咯，话呢个 A4 工厂啊，呀！啲街友手勢咁冇係喎，裁縫幾勁喎！佢哋嗰啲嚇，原來露宿者嗰啲針紙幾勁。喂，又話廿四小時嘅，你吹到而家一條友都冇，真係奇怪。Roman， 你喺度做咩啊？哦，冇嘢，賺啲零用錢嘅。Anyway, what's going on? 而家咩事啊？点解工厂唔做嘅？我谂住带啲友嚟参观。耶，唔可以整污糟商品叫工人休息，咩意思啊？捅你咪要污糟咯！哇哇，我累死咗差佬啊！呢班契弟又来死啊！罗曼，将海狼嘅中枢泄漏俾唔知道边度嘅日本仔。你哋唔系普通嘅观光客啦，睇个样子，最好从实招来，之后再用最高级嘅开腹招呼你哋。我揾佢一个叫千岁嘅死八婆，有冇听过？人哋点会同你讲啊 ？Kill them！Shit， 我未补血嘅。补唔到团体喎，顶。加加防先啦，各位。好彩，我冇啲补团体嘅 HP 啊，大佬，冇啊，回复要补多啲啊，而家咁样，整个热狗食下先。而家唔好急，唔好急住先，各位，补晒血先。好彩挡住啫。忍住，春日。補嗰個 MP 先，因為嗰個補群體。嗰啲咩啊？你呢個正，我補兩樣。低糖精力飲料。Good。最緊要春日唔死啊！係啊，呢只 game 春日一死啊，即刻 GG。好，好，挡得靓，而
行くぜ行くぜ。头扎轮胎硬啊！挡啦好啊！激！受けてみろ！硬啊！有冇杀到人？有。下马威，对负责无效。烧死一件好波，补血了，补补血先啦、啊。完美，食个热狗啦，老友。好波。啊！冧多件先，再冧多件。系啦，大家呢个 game 咧系用普通攻击系会回复嗰啲 MP， 所以你有时要故意。斗内光已经形势已经逆转啊！废柴门，拜拜。踢你巨龙，光光挡晒啦 ！QTE 之鬼，知唔知啊？知唔知？兜落你个光头呢度啦！呢二星，啊哈啊哈，仲有顶你啊！只能暂时撤退啦。冇人对你自己走，唔系我都要继续前进。吓？千岁真系喺度，一定喺更深入嘅地方。喂，你点过去啊？咩情况？你知唔知啊？如果而家撤退，再冇机会入第五区啦，差佬都死埋，同意。唉，好啦，豁出去啦。点解佢哋唔掹枪咧？其实吓，行啫。哇！如果好彩有草够回复药，唔系我都死硬。其实。嗱，一定要咁样，兜内即刻屈死一件先啦、啊！回力刀，狂啊！春日打死佢，请你食接凳啦！哇，好痛啊！拜，兜落你巨龙度，童生交俾你，死咗啦，冇得交。补下啲 M P 先，加六 M P。Shit！诶，春日攞嚟补啊，咁唔使惊。硬啊！回复咩啊？有个状态咩流血？
子玉 M 根俾你。补多佢先咧，呢个时候唔使你赢紧，你都唔使急住。食屎狗！快攻手，踢佢个光头呢！请你掹个垃圾。胜利自己补系嘅，但系用下快攻手意外好啊！打啲捉到够僵嘅，打波士就会。你呢度都其实好少极噶，呢啲位置有咩？你极一定要有啲唔知咩装个腰带先。玩具手環，熱血動作係要邊個先？哇！咩事啊？黐咗線啊！想挑戰一晚食幾多熱狗？哇 ！What？打啦打啦打 ！OK OK OK， 快啲系嘛？知道知道，唔谂咁多啦，唔谂咁多，用快攻手最快。诶，点解唔系啊？好，下一件啦，各位。哇！欧洛食屎仔，硬硬噶，点解冇还拖啊？点解冇帮打一下？又升呢啦！暴力冲洗洗车嚟啊 ！Washing machine。帮打随机嘅。硬啊！挡晒啦，契弟，试下新招啊！暴力 ，resist 啊！洗车技，哇！淋啲番碱水咯，哇！哇！帮佢，帮佢进行抱抱肉，硬啊！嗰啲冲凉揼骨啊！挡挡到臭啦，挡到你臭啦，死肥猪！咣，一嘢打落去，又升呢啦！哇，古木流粉碎的精髓。系啊，桃源香啊，帮人抱抱肉。硬啊！刮刮啊！哇，着咗火原来佢，呢啲咩嚟啊？硬啊！砰！隔到臭实，知唔知咩叫隔臭你啊？系诶，嗰度我有冇攞过嗰嚿嘢啊？点解我冇攞到呢个嘅？正。
我家要去边啊？攞咗啦，咩未拎到住？啱啱咪攞咗嗰嚿嘢，咩问号？咪攞道具咯，有咩问号啊？呢度都有啊，呢度有一个 locker 啊，開けてみるか。開けてみるか。啊，正喎，慢跑鞋。一定最好的防具要俾呢个春日茂里，佢一死就即刻 game over。呢排好多人病喎，你知唔知啊？各位，得噶啦，唉，臭老鼠得噶啦，打死佢。你哋有冇啊？Covid 咩都有啊，有啲有 Covid。你冇病过，你劲啊！好多人咩流感啊嗰啲啊，硬啊硬啊！咩叫快乐扳机？咁样中一下散弹都唔死，喂乱咗节奏。古木流精髓，硬啊！扣咁少嘅，有冇搞错啊？顶你啊！打唔到两个，威胁。哇！死咗。死咗大镬啦！由头玩过噶，帮我出错招要补血啊！顶你！食个热狗先，春日下一次有得行动啊！勇者的治愈，唉唔好啦，一阵啲补劲少，食个热狗算。回復啦！Back in business, baby！ 中射中。打镬你个贱铲！光，单啲死你老板！收皮啦！战略之鬼会输，大镬了！癌症病发，哇！大镬！同生先生，你 OK 吧？大镬了！
我嘅大镬系有排都未过关。阿叔哥，你隔住呢喺嗰度先啦。人呢？一定喺入边，快啲揾！佢冇讲过佢咩癌嘅，唔知嘅，唔知道。Hey, what are you doing? Let's move. 做咩啊？快啲啦！做戏啊，真系。好型童生，你有冇谂过我直播都系咁型？我咳紧就系咁啊！切，我咗你哋口供，冇咁讲。但系跟住点做啊？佢童生咁，我哋加上我熬底，唔想咁样。随分とお困りのよう。诶，你哋好苦恼啊！我呢个死八婆啊！好耐冇见啦，春日先生，夏威夷好唔好玩啊？即刻捉过嚟沤落去。千岁，佢陷害你，将你把洗劫一窿搞到你剥光珠嗰条死八婆啊！而且仲系目前拥有西女士线索嘅人物嚟啊！哇，几冇礼貌啊！打喊佬，你个死八婆！我同两位初次见面啊，你哋系春日嘅朋友啊，我叫千岁，多多指教。你唔好攞嚟呢套啊，死八婆！同我一样，我谂住发姣搞掂啊，点解喺度啊？喂，点解你特登跑嚟地下世界啊？简单嚟讲咧，而家好复杂，我俾海狼追杀紧，抵你死啦！做嗰啲咩衰嘢啊？讲嚟听下。因为我知道咗唔应该知道嘅秘密啦。咩啊？整啲 A4 呢啲啊？咩 A4 啊？嗰啲西女士俾海狼盯上嘅事情啊？海狼点解会睇咗我阿妈噶？你仲记唔记得我嗰啲山井都系啊？系喎，嗰、那个 John Wick 都喺度揾紧西女士，夏威夷嘅地下社会居然都喺度揾紧佢，可唔可以讲得清楚啲啊，千岁小姐？要倾系可以，但系你哋要休息下，路上应该唔轻松噶啦。有咩目的啊你？你讲咩啊？为你哋着想，唔使啤住晒啊嘛！负责，佢讲得冇错。你傻咗啊！春日上咗迷汤嘅人，靓女呢条契弟玩过你啊！哦，好咯，呢个房间有唔少可以用嘅嘢，你准备好先嚟揾我啦。好嘢，有得休息啊！大家今日啱啱好四小时嘅直播，哇！呢几日真系好充实啊！大家都做咗咁多直播。呢个符先，矿泉水回复15MP， 我顶你啊！真系俾乞衣喎呢啲嘢，呢啲嗱，我同你讲啊，教你啊，你呢啲一定要开个 save 啊！有啲卡咗喺度咧，哇！你翻唔到出去，即系你呢度你点都系卡死咧，你咁样 save 咗喺嗰啲烂位度咧，你真系跳得流啊！我同你讲，你以前嗰啲咧，以前嗰啲 game 咧。即系最旧咧，嗰啲龙珠嗰啲嘢，好容易咁样死。你一定要 save 呢啲，如果唔系你真系跳楼。好彩仲有呢个啊，保住呢个12.5啊，即系12个钟呢个，你一定死。影张相好啊！太耐冇，
揿咩自拍哇？集まれ！集まれ！笑って！揾到八婆了！其实咁样影系最好嘅，咁你就可以见到最多。点样可以令到嗰个冇咗嗰个咩啊？我想问点样冇咗嗰啲界面啊？呢个又冇噶。冇，冇人关心童生。笑死系，咁我每次要做缩图咪劲白痴。L 一冇啊，冇啊，开翻张相要咁低能啊？佢都唔系敷嘅，你睇下，你要咁样，影完会 save 喺相簿度。之前系有 bug， PS 五嘅相簿冇噶，冇噶，冇噶，冇噶 ，PS 五相簿冇噶。即系我之前就要靠呢啲咯，系啊，第三新视角，但系你呢度有啲界面啊，佢卡住 L 3跟住 L 1冇喎，诶有喎，但系你都有个 map 啊，冇喎，边有啊？咩有啊？呢啲啊？有啊！之前冇喎，我之前冇喎，你记唔记得啊？之前一定冇，之前冇嘅。记得你人中七外主冇嘛？系啊系啊。OK OK， 修正翻去搞得掂。咁而家有翻啊 ？OK， thank you， 多谢大家更正。唉，好啦，今日时间都差唔多啦。大家呢排大家过得点啊？我嘅假期都未享受过，我又病咗，都冇出去玩，就完啦。呢个就分享，我同大家讲，我一放假就病，呢个系好常态。所以香港人真系要中意翻工，大家唔好放假。冇、有人问台庆进度，我本身想约今个礼拜去睇场，听日听晚可以睇，但系唔知道去唔去到咯。身体知你有得放松啦，即刻病。我一路做嘢有做嘢 buff 就可以冇事咯。啊，我真系次次都系咁啊，一放假就病啊。唉，啊，好彩我去完澳门之前做完嘢先翻嚟。你一 relax 个人之前积落啲压力爆发，做嘢有肾上腺素会顶到咯，我觉得系咯，系啊。咁你哋咧有咩分享啊？你哋嘅假期点样过啊？啊？前几日睇翻你2017直播。你话十周年喺四季搞，试下咯，倾下咯。
澳门拍嗰啲咩，迟早都会俾你啦，唔透露得字。C K Chan 多谢你俾一万小旗点，多谢你话开工利是，多谢，都祝你开工大吉。假期都好忙，根本冇放过假呀，系嘛？啊？啱啱手术割咗扁桃腺同鼻甲骨。喂，我都有朋友话咩最近要割扁桃腺，话咩睡眠窒息症嗰啲啊。你上次先话新年病嗰个睇戏系啊，我成日新年都病，春天唔系好旺我啊，通常都啊，我都未拆利是喎，讲我又讲，我都未得闲。我哋过多两分钟完啦。我本身仲有咩想讲啊？打四季煲仔饭啊，都要几钱啊？四季煲仔饭，我亲眼见到达哥去咗西贡，西贡有咩玩啊？有冇咩新闻讲话咩？每个月会搞烟花咯？嗱，我同大家讲，好多人就喺度闹嘅，话咩烟花嗰啲，我自己睇法咧，大家唔使咁激动。不是说撑烟花，但好过去不知道用在哪里。你起码你有得看一下，即是如果他搞那些什么，例如说他跟我说现在我们会推动电竞，搞什么电竞基金、啊、欢迎大家入去呢培养什么电竞选手，就不好了，因为一定是不会真正那些选手不会带到的了，不用问。即是你放烟花射了他，起码大家都看一下，是但有些东西看，你明白吗？唔使咁激动，所以我嘅睇法系咁样，咪睇，反正都系用不得其所噶啦。就算佢用喺边，咪起码有啲嘢睇下，电视都有啲叫有啲得着，有啲娱乐，系咪啊？你明唔明？所以我见到普遍啲人喺度闹话，诶冇用噶，烟花咩旅游业，我关我鬼事，吸唔吸引到旅游业，关我鬼事，我唔理。起码我睇到我得着个，我交个税啦。OK， 有啲嘢用下，用喺我见到嘅发生到，叫顾及咗我个视觉感受，算数就系咁样。你控制唔到咧，你有得你都冇得 say 嘅啦。喂，唔好啦，我搞烟花有鬼用咩冇嘅，系咪？所以都系咪起码射落海好过嘅，系嘅，系嘛？我又中意睇煙花，冇所謂。你話俾點解唔支持佢消費？佢你都控制唔到，你會嬲呢啲？你會控制到聽日打咩？聽日打風或者咩？你會唔會嬲呢啲？唔會咁，你都控制唔到，咪由佢咯，係嘛？係啦，起碼有眼福，唔好再擺喺啲無謂嘢度，係啦。起碼呢啲基本操作，即係唔會斷股射煙花都射唔到，射空炮咁樣，即係冇唔會差。都香港都射咗咁多人煙花，都未差到咁樣嘅，係嘛？係咪啊？所以大家唔使咁嬲嗱，係咪？一聽完係咪即刻講得鋸翻曬先？有啊，一聽完之後即刻係喎，有道理喎，係咪啊？一开头你哋一个，我之前睇新闻个个狂闹嗰啲，一听完我讲解，系咪即刻觉得唔系？诶、哎，咁样真系唔系咁差、啊，系嘛？即刻调气锯翻啲先啦！啊，俾我放咁样，梗系经济悭好多啦。我自己其实不如放佢，不如每个月好简单，你不如。每個月俾人哋幾日任放好過啦，喺維港放仲開心嚇、啊，係咪先？啱啊！啱啱今日第二樣嘢想講咩啊？咩啊？啲人咪話咩買樓咩設立，好多人喺度傾呢啲咯，話喂係咪咩嗰啲樓會點啊？樓價嗰啲。首先佢切唔切辣你都买唔到啦，切呢啲嘢全都系嗰、那个，又系唔关我哋事嘅，大家唔使担心，呢啲嘢都系同我哋无关嘅。反正佢未切辣你都买唔到嘅话，你切咗辣都系冇用嘅。你呢啲嘢就系唔关我哋事嘅嘢，就由佢就过咗去，唔使担心咩楼价乜乜乜乜乜，本身买唔到嘅，而家都系会买唔到噶啦。吓呢啲唔系。躺平那些是真的不关我们事的，因为切了辣都
都系同我哋无关嘅吓，所以亦都唔使因为咁样气愤，同埋一听完之后又觉得又锯咗好多啊吓。同埋我都觉得有呢位朋友讲正经，其实唔影响个价好多。根本其实而家咧，我自己睇法咧，如果你问我啊，即系我唔系善财，你当系听一个师奶一个无知嘅妇孺，我都戴定头盔，我唔。大家当听师奶傻仔一个发噏风啊！我唔系嗰啲咩投资，我不嬲唔识投资噶啦。你睇我知打机冇策略，全部凭本能打。咁你咩买唔买楼啊？呢啲咁嘅，我自己睇法，根本上而家香港拥有楼嘅人都已经嗰啲咩供断晒啊，嗰啲人或者可能嗰啲有钱佬，即系大部分嘅物业都系咁样啦。一系其他就系自住。即系佢唔会攞嚟炒卖嗰啲咁样，咁所以咧嗰个结果系点咧？就系、是、就算你话咩楼整啲咩想抑制楼价嗰啲，根本佢哋都唔会卖，因为有钱佬就话咩话要我蚀样，我咪唔卖咯，咪企硬个价，关我鬼事啊！我又唔系等钱使，即系城仔你会唔会？哎呀，楼价跌，我哋急住货唔需要，佢咪 hold 位度咯。我话唔卖啊，我浪死个价吹啊！我又唔等钱使，我又唔系等住交咩工嗰啲，唔会理嘅，系咪啊？好啦，跟住第二就系可能我自己一个普通小市民家庭嘅中产，好辛苦赚咗层楼，喂，咁我要自己住啦，我仲得闲买，我卖咗我又俾租咁鬼贵，咁又唔会卖，我又个价你跌啊嗰啲完全唔影响我，哇要。即系你要佢劈让啊，或者点？除非佢移民啦、啊，否则佢根本唔会理，系咪先？所以根本就个，所以嗰啲价其实我都觉得唔系好同啱啱嗰位朋友一样。即系我自己嘅睇法就系咁样咯。除非真系移民嗰啲，咪会急住劈咯。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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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似啲铺咁咩有佢咁吉喺度嗰啲咁样咯。系啊，系啊。都人哋都唔等錢使，咪拗擺喺度拗臭嗰啲咁樣咯，嚇、啊！香煙有人問啊，關唔關我事？我爸爸食煙，佢話喂，佢話呢個唔合理喎，點解嘅？點解可以即刻加財政預算案？佢話加煙，佢話耶，唔係要經過咩立法會審咩？點解可以即刻加價嘅？佢問我，我唔知喎。有冇人答到喎？點解煙草税唔使立法會岌頭都可以加嚇？點解可以 skip 咗呢個 procedure？ 有冇人答到喎？有冇律師朋友喺咩度啊？啊？喂，阿律師朋友，點解可以嗰個香煙可以唔使經過嗰個通過立法會通過就加煙？冇人答到 ，OK， 是但啦。有人话立法会都系同一班人话事，咁点解佢唔加价、加人工啊？点解佢唔通过公务员？我哋建议加公务员人工，即刻通过啊！系咁，可唔可以咁啊？啊，之前我好似都有讲过呢个问题啊。仲有咩？今日仲有咩想讨论啊？吓、啊，好快会加，唔好急。我唔想佢加啊！顶你，点解啊？我都咁，我都要加人工啊！咁我都要同啲客讲啊，佢加，顶你啊！啊！消费券，你哋想唔想佢派消费券咧？咁我想问，啊？啊？想几多钱呢、啊、咁你想有点都好过唔好。来啦，税率不是立法会决定，即刻 thank you。 原来佢律师朋友都病咗，所以 OK， 小心啲，小心身体。我以为唔系财政预算案要立法会嘅咩？我爹哋咁讲嘅喎。
哇，今日有得睇好开心，多谢你睇到而家，小心身体啊！啊啊！消费券买电视机追女神，我冇咩所谓喎，派唔派都即系你派，跟住啲嘢又加价，冇意思啊！好啊，而家唔好搞咁多嘢。我嘅睇法系呢几年大家都唔好搞咁多嘢。澳门派现金，我派当派封利是咯，几 K 咁样食下饭咯，咁样咯，最好就系咁样吓。系 啊，你话派钱系咪嘥钱？有时系，唔知派钱话咩要佢哋低能到派钱，话咩要搞啲咩程序？佢话因为要派钱咧，我哋要搞啲咩程序？好似之前系咪有试过呢啲啊？喂，我哋要派钱，为咗派钱咧，我哋要整啲咩资金、人力去分配啊，低能啊，弱智啊！喂你收税你又识收啊？你派钱唔识派啊？几低能嘅事？系啊，银行乜乜乜手续费啊？你老板？咁咪唔好搞咁多嘢咯，我就话系啊系啊系啊，系咪啊？系嘛？你觉得系咪啊？即系听到呢啲，你越搞咧就咩都有，好似搞乜衰乜，所以唔想搞咯。叫佢，你唔记得啦咩？好似又搞咁消费，又要搞呢啲，人哋啊澳门好简单派现金，你又搞呢样咩消费券乜乜乜？马鬼烦，所以我就话唔搞嗰个监，即系唔就好似我上，你记唔记得我个监制唔好搞咁多嘢，即系嗰啲至理名言啊，所以就唔好搞咁多，系嘛？跟住仲有咩？仲有啲咩想讲啊？仲有啲咩想倾啊？好似咩咯？咩有人叫我倾个街霸嗰个啊？教练讲咗未？我都冇睇嗰单嘢。街霸咯，有睇嗰个街霸嗰个冠军嗰个嘢。啊！不过如果你要问我讲话派钱肯都系最好噶啦，其实即系我而家谂深一层咧，都系咁。反正做乜鬼嗰啲嘢都系 shit 嘅。啱啱我睇到一个嘢都系咁啊，做其他嘢都系衰噶啦。咁不如派钱，起码你自己有啲嘢过我理得。我啱啱睇谂起咧就系咁，反正佢做啲咩都系会做到一撇屎啊，或者衍生更多自作，但系起码派钱咧系唯一一样大家都有落到袋嘅嘢，即系你实际上会大家会有 benefit 啫，系嘛？其实所以只有呢一个系最好嘅结果，系嘛？系嘛？系咪啊？即系我而家谂翻起，啱啱我睇到一个人话，反正佢乜乜，我唔记得佢讲咩，反正咩，但系起码用落自己度，我有得使，我理得你其他咩情况，起码我有得使，系咪啊？又咩？你终于明？啊，头先啱啱讲翻话咩？教练就咩嗰个咩篮球教练嗰个嘢啊嘛，系嘛？仲有我哋仲我先讲个街霸比赛，香港咧有啲人同我讲话咩可唔可以帮佢讲下？佢话香港咁劲，冇人知。你知唔知啊 ？Capcom 级啊，即系全个街霸界其实得几个城市，第一个就叫 EVO 一个比赛 ，EVO 咧就冇乜钱，但系打个名嘅。咁 Capcom 级咧就最多钱，但系劲难打嘅，因为个资格赛好难啦。咁啊奖金咧就咩？第一个系咩？$100,000啊，好似第二名啊$300,000，我好似冇记错。跟住就咁样累褪落去咁样啦。
咁香港就有一位选手叫 Chris Wong。Chris Wong 咧就攞之前法国咧，佢就攞咗一次冠军，就系资格赛。咁咧就打，咁就有幸可以入到呢个 Capcom Cup。咁啊打到最后啦，劲喎！一路杀到决赛，就同一位台湾选手就打。咁啊，好不幸咧，咁就只能够攞第二位，但系都劲啦。咁啊，攞咗30,000美金。咁咧，有啲人就话：，点解香港冇人提系咁嘅？不嬲都系唔需要，但系我哋唔需要人提，就系、是、电竞选手不嬲呢一行系冇咩人话咩赞啊，或者即系唔知啊，可能冇咩新闻炒作定点样，或者佢亦都唔系有啲咩财团喺后面帮佢喺度咩帮佢做 PR 或者点咯，咁就系都有啲人知嘅，都有啲人报嘅，都有啲媒体报嘅，都大家都开心嘅喜事，但系冇所谓。大家最重要就是保持呢个正能量，赢咗就威，好像我啱啱打比赛咁样，佢自己知道就得啊，我赢就系、是、努力系唔需要，唔系话下下要咩。首先佢钱以待，两球嘢唔知道扣嗰啲税会点样啦，系嘛？咁啊，但系我哋香港又有即系又威水啦，攞亚军你估嘢少啊？咁大家就戥佢开心就得啦，支持一下，鼓励一下。是咪？冇所谓。系啊 ，Chris Wong 平时都翻工啊，两个都唔系全职对手。Chris Wong 同系啊，嗰、那个咩卡加米，有啲人话卡加米都唔系认真，咩都系呢年街霸六先至开始冒起啊嘛，系咪？啊，30,000美金即系几多港纸？乘八咪240,000咯。啊？达哥打赢梅元都系得佢自己讲，街霸欠达哥一个交代，唔需要啊，我自己知道就得噶啦，你自己知道，我赢过就系赢过，问心无愧。所以我都建议 Chris Wong， 如果佢有少少话，点解冇人撑我咧？唔使自己知道，有信心、有实力，惊咩？再下次攞冠军再威啲，一路赢落去，钱二代唔需要担心呢啲，真系。希望佢下年攞冠军咯，就祝福佢咁样，系啊，咁样就咁样啊，系咪先？唔知系咪啊？所以我今日打比赛，赢世界第一就系世界第一，唔使担心，自己有信心，个信念喺自己度啊，无愧于心，咁就得啦，系咪先？但系当然啦，希望咁佢即系呢啲点讲啊，有荣耀嘅事，咁当然越多人知越好啦，威啦，咁但系就都系睇嗰个嗰啲，毕竟我哋有限啦力量，咁啊祝福佢咁样咯，啊，我觉得佢最惨系输咗嗰刻，主持喺台上捉住佢问感想，唔知点答。咁嗰啲主持係咁噶啦，即係一定係揾啲嘢嚟抌波中。咁點答我可以答到嘅，咪話犀利就係好簡單，咪好似阿龍即係街霸嗰個阿龍嗰啲主角好正氣咁答，係我恭喜佢實至名歸，我知道自己有所不足，點點點，我下次會卷土重來打得更好。你都係打呢啲啦，就正面。我下次或者你簡單啲咪笑笑，冇所謂啦。我都攞咗兩球幾嘢，哈哈哈。希望下次咪攞翻一球美金咯。小心啲啊，鋪到我啦，咁樣係咪咁樣OK， 學美斯咁樣咯，或者醉拳即刻插住袋咁樣鬥。仲有第三種做法，搭住就即刻木口木鼻喺度插住，美斯咁样掂行掂过。佢话 I'm learning Messi， Lionel Messi， 跟住就咁，咁又唔好讲笑啦。呢个就系讲笑嘅，呢个讲笑梗系唔好啦。嗰个就系一个唔好嘅教材，就咁啊体面。咁啊输咗你自人哋啊堂堂正正咁赢啊或者点样，因为公平竞技输咗咪
即系人哋赢咗咪祝福人咯，输咗检讨下自己啊嗰啲咁样咯，系咪？啱唔啱？吓，讲咩一刹那光辉噶，唔得啦呢啲阿紫切鬼战士啊！输咗咪话呢次唔计，我如果有得咁样，我都会咁肯定最好啦。呢铺唔计，系冇啊嘛，那个赛制冇呢个机制可以俾你赖到啊嘛。啊，如果佢有呢啲咁嘅漏洞，咁佢冇错嘅，但系真系冇啊嘛。你呢啲比赛就系嗰个决胜负啊，决胜负，你玩唔到呢啲招数。仲有咩？好似有一单嘢我想倾，但我唔记得啦。系咪 Chris Wong 呢个咧？唔，好似唔系。国 Sir 咩篮球教练话咩嗰个啊嘛？话佢同嗰个咩学生有咩进行性行为定咩？我唔知啊，因为我冇睇呢啲。呢啲新聞對我嚟講唔算好吸引，我就冇咩，我都覺得冇咩好講。但係之前好多人同我傾，想我傾，有咩好傾？即係咪佢哋就係咁樣又發生個關係咯？咁但可以嚴格嚟講，有咩可以討論？哦，唔應該，教練唔應該。即系唔系喺度串啊，就系、是、咁就系唔应该咯，就梗系唔好啦。啊、即系教练发生嗰呢啲，个女仔讲咗自愿，我真系唔知道，我又冇讨论落去啊。冇嘅，我吓冇嘅，咁呢啲咁梗系冇啦，即系发生呢啲咁嘅事，又有男朋友又咁样，咁梗系唔好啦，啊！仲有咩啊？仲有冇咩特别事情发生啊？话题终结者，即系例如啱啱我讲嗰啲咧，咩加咩喷烟花嗰啲咁啊，大家会关，即系大家系持份者，咪有得倾下嗰啲咯。我想讲 game， 我话我有啲想玩铁拳咯，有练啊。旅行我去边度啊？你讲我而家仲有时间去到旅行，听日即刻去啊！听日即刻飞先。趁而家假期咗几日，你觉得我点讲啊？西安同青岛俾自由行呢单嘢，即系西安嘅人可以嚟香港自由行。我想去西安，西安系咪即系长安啊？好似长安城，以前玩轩辕剑啊，长安城好正，好想去啊！啊，入澳门。啱啱先去完啦，我呢期睇咩动画快讲？我根本冇睇，但系我有睇《芙莉莲》咯。有人问我，之前问我点解咁中意睇《芙莉莲》，因为咧《芙莉莲》讲一个漫画系讲啲咩咧？就系讲一开头咧，我以为啲唔好睇嘅，就讲葬送的芙莉莲，就讲咧咩勇者一行人，有一个魔法师啊，有个祭司啊，有个。有个勇者啊，有个战士咁去佢打魔王，梗系第一话已经打讲片死咗魔王啦。咁咧之后就讲佢哋之后嘅事咯。咁佢哋咧就喺嗰日就话相约咗，唔知几十年后再睇流星雨嗰啲咁样。咁点知咧，原来勇者一行人个魔法师系妖精嚟嘅，可以劲长寿，会杀下人咁唔死，跟住其余嗰啲全部人老 at 啦。
之后嗰个勇者就系一个最老嘅，即系已经由劲靓仔变到光头劲矮咁样。咁我系睇漫画，我好耐之前已经睇紧啦。咁我觉得好好睇咯。点解觉得好睇嘅原因就系咧，去到我呢个时候，有时我都会，尽管我做任何决定咧，都尽量系会令自己唔后悔，但系咧有时都会觉得自己。傅利念的感觉就是说他错第一集的其中一个重点就是他错过了很多东西，我有时都会觉得是就是这样咯，所以我就会看完，还有我觉得自己好像那个勇者恩梅新美仪，我就觉得自己好像他，我跟我新美仪一样成日在哈哈哈哈哈哈哈在那笑笑口，我就看完觉得很有释怀的感觉。我唔识点讲，就系、是、一种会睇完就觉得系有啲嘢系要把握咁样咯，唔识点讲，有啲教育意思，有啲意思喺度咯，唔系好难得我会睇，不过而家睇睇下个漫画又冇啊呢个 feel 啊，一开头每集都有啲意思啊，即系嗰个老嗰个酒肉祭司啊嗰种感觉啊，好似啊。仲有一个回复术士又系咁样嘛，留晒须啊，咩揾同伴嗰个人，我又会揾到自己个影子咯、啊，而家就冇，而家又少咗呢啲咯，打交啊少咗呢啲咯。Blue Lock 我又睇啊，睇咗二百几回之后又觉得又唔好睇啦，系咁不断。而家睇到佢咩啊嘛？咩斯朗啊？每人有一个咩利云又教啲人啊，嗰啲咁样啊嘛。后尾冇咩，又系有少少断断续续咯。呢排你问我睇叮当咯，我重睇叮当嗰个好正啊！即系最基本嗰、那个，即系每一个道具啲觉得好正啊！叮当。叮当，我睇翻最近有一个故事讲不倒翁，你记唔记得啊？你哋有冇睇过？佢揾翻咧阿嫲俾佢个不爱，佢嫲嫲俾个不倒翁佢，跟住咧嗰阵大雄啊，俾人打到，俾纪安打到趴街，之后跟住嗰个嫲嫲就掟个不倒翁，佢话看，你看不倒翁无论什么情况都会自己爬起来。跟住佢啊，都会靠自己努力咁企起身。之后大雄就望到嫲嫲，嫲嫲你唔系病咗咩？嗰阵时系劲细个嘅大雄，咩嫲嫲不可以不乖哦，病了要乖乖在床上休息。之后嫲嫲就讲话，因为不放心大雄，所以就起身了。跟住就大雄就送咗佢翻去床上。跟住之后咧。跟住佢下一格就话：可惜不久，嫲嫲就因病过身了，就没有再见我嫲嫲了。之后跟住佢攞起呢个不倒翁先醒起，我而家要勤奋学习，打镬技安。跟住好认真，跟住呢个故事，叮当就睇住咁样，就喺度流眼泪，喺度睇住佢咁样喺度咁样，啊！好好睇，好啦，佢有打镬，佢有啊，好似有打镬纪安转头啊，有认真，不过三秒都好过冇啊，系咪先？乐观啲咁睇，可怜的东西啊 ，Emma Stone， 好啊，我都可以睇下。咁劲嘅，你仲记得那天那时候的不倒翁？我仲记得好多呢啲剧情，识背。Dune 啊，沙丘，我谂起细个玩嘅战略 game， 你记唔记 ？Windows 95嗰阵有啊。啊，仲有一集讲台风啊，古惑狼识啲嘢，
嗰集讲要喂啲台，佢叫咩风儿啊嘛，跟住最后讲日本有台风嚟到啊嘛，跟住佢养个台风出去同嗰只台风只抽抵消啊嘛，之后跟住佢就，喂、哎，我仲记得咧有一个咧，我分享多一个叮当嘅故事源啊。咁咧就讲有一集咧，有一个故事叫精灵手腕咁样。古惑狼其实都有超忆症，都系痴线。咁咧有一个叫精灵手腕。咁咧一开头咧就叮当就话：哎呀，你即系我哋嗰叫啲精灵帮手啊。咁大雄一开头又话咩好冻，就叫咩火之精灵。跟住咧，火之精灵就话：哎，你叫我出嚟做咩啊？大雄就话：唔使啊，你企就得，因为好暖。之后佢话：黐线，我火之精灵一定要烧嘢，跟住就烧咗个窗帘佢先啦。跟住争啲辣落去，之后咁啱咧，就好彩大雄个爹哋咧啱啱唔食烟，一整熄咗烟头咧，佢话隔篱冇火种，火之精灵啊收皮。咁咧跟住咧，大雄喺街度行下行下啦。戴住个手腕冇嘢做，咁就四围玩。之后佢话：哇，真系好冻啊！系咪冰之精灵搞鬼啊？点知佢一讲呢句说话咧，就冰之精灵出嚟。咁呢啲冰之精灵咧，个靓女嚟个劲靓女，高而且高过大雄一个姐姐嚟。跟住咧，一开头跟住大纪安佢过嚟啦，啊咩大雄点啊？哇，同女玩啊，死女人型。之后跟住冰之精灵嗰个姐姐好好啊，即刻攞个雪球一嘢掹落去嗰个死肥猪同埋阿福嗰度。跟住佢就哇好嘢咁样，跟住两个人咧就喺度玩啦。跟住冰之精灵就话：你中唔中意雪啊？大雄话：梗系中意啦，越大越好啊。之后佢哋就喺度攞啲雪飞嚟飞去啊，飞天。之后咧，跟住佢就话：不过佢话你会唔会谂住整细啲雪啊？开始有啲大咯喎。大雄问，跟住冰之精灵就话：唔会。因为冇雪嘅话，我咪会消失咯，我会令到呢一场雪永远都唔会完，春天永远都唔会嚟咁样。之后跟住继续玩啦，之后玩到劲夜，之后大雄就好惊，就喺度讲话：哇，我要翻去啦！如果唔系阿妈会闹啊。咁啊，姐姐就终于放佢走。之后大雄一翻到屋企咧，点知已经发高烧，咳到黐线病咗。咁呢个时候，由于冰之精灵玩到劲串啦，已经劲大雪，跟住大雄阿妈就话：大镬啦！医生话唔会嚟，因为暴风雪，我哋亦都出唔到去。跟住大叮当嗰啲咧，呢个时候就低能喎。平时有啲咩万能药箱就冇出嚟，就哎呀死啦！大雄唔知会点咧咁样，之后就走咗去瞓觉。大家。咁喺深夜嘅时候咧，冰之精灵咧就嚟咗大雄间房嗰度，就喺度同佢讲话，跟住大雄就见到，点解冰冰地嘅擘大眼？就原来见到冰之精灵，佢就攞只手掂住大雄额头，佢就话啦：做咩啊你？跟住佢话：放心啦，我喺度帮你吸紧啲热，佢就咁讲。跟住大雄就吓，咁样你咪会消失咯。佢话唔紧要啦，我已经玩够啦，即系佢话对唔住，佢话我唔系有心令你病啫咁样，跟住佢话你好快就会冇事啊，之后大雄就瞓着，之后一起身之后咧，嗰个格咧我好有印象，就大雄喺街度行，跟住叮当喺隔篱，哇，原来暴风雪过咗啦，咩春天开始嚟啊，咩大地回春鸟叫，咩喺度鸣叫。跟住咧就咩雪都融化了，跟住大雄就喺望住远方，就咁样见到个咩冰之精灵咁样，系咪啊？你我都估到你哋会讲呢啲咁嘅衰嘢，一个咁浪漫嘅故事就系咁讲，好可惜。一个咁 romantic 嘅故事就系听到呢啲吓咩地下有滩水啊乜乜乜吓。欢乐好啦，我哋今日故事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希望再放假，睇下放到几时啦。欢乐今宵再会，各位今主晚安。呀，你对我哋有咩期望？我就会期望话，哎，我都有呢啲咁嘅故事分享啊，好正啊，好感人啊。我谂住呢啲有啲有营养。我喺度讲咩吸乜啊？吸咗啲乜啊？咸湿嘢啦，通常。
不过佩服你哋嘅创意嘢都啊，咁啊，多谢大家收睇啦。系咁先啦，完。